嗨，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Ea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 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喜欢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喜欢你。没有人想成为备胎。我女神约我今天晚上去看电影。你女神是谁呀？Elsa， 我大学同学。她以前约过你吗？从来没有。我觉得你可能是个备胎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她可能本来今天想约别人，但是那个人有事情，所以她只好约你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我是备胎。哦，我女神说她今天不舒服，不能去看电影了。看来他找到了更好的备胎。啊，那我的电影票怎么办？你陪我去看电影吧。我可不想当备胎。备胎本来的意思是汽车的备用轮胎，现在也可以用在爱情关系中。比如 Michael 是 Elsa 的备胎。我觉得没有人想成为备胎吧。你的看法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备胎，本来的意思是汽车的备用轮胎，现在也是指在爱情关系中，也可以用在爱情关系中。他以前约过你吗？从来没有。我觉得你可能是个备胎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忘了。